아, 조마. 내 어떻게 돼? 이거 또 조만. 好，我是可安。 今天呢，不懂是 MCO 的第几天呢？反正就是我身边哦，很多人都一直在 complain 自己的头发太长了。因为这一段大马锁过期间，大家都不能出去剪头发啦，然后 salon 又没有开，所以现在的人的头发呢，只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呢就是飞轮海头，另外一种就是非主流的头。然后就像我的男朋友，他的头也是这样子啊，这到底是什么草，真的是飞轮海，我已经看不到眼睛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来挑。 挑战帮男朋友剪头发，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帮人家剪过头发的啦。你有讲你会的？我会，我在 YouTube 上面可能看到人家帮男朋友剪头发的。哎，最近那个蔡彩虹也是剪头发，陈佩蓉也是剪头发。OK， 拜拜。我会的。OK， 剪头发吧。嗨。OK， 现在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厕所。<笑>怎么？ 为了剪他这个头呢，其实我之前昨天有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发型嘛，你自己讲你想要什么样的发型。我很简单的，就要短一点，然后靓仔，然后帅啊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做了一些功课，然后我决定把他头剪成，就是最近很流行的欧巴头。但是因为那种栗子头啊，那种真的是太多人剪了，所以我就决定剪一下最近很流行的这套韩剧。叮，这个是夫妻的世界男主角李泰镐那个渣男的那个发型。 我觉得真的差远了，差不多吧。但是就算你剪了这个，你也不会长他这样啊，美女。那器材方面呢，我们现在就准备了一个美术刀，因为我家这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那种剪头发剪刀，所以只有美术刀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hair trimmer， 是跟朋友借回来的，谢谢朋友。首先我们先把两边这边剃掉，我还是很专业，所以先把腰的头发剪起来。OK， 现在我们把两边都剃掉。 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的喂，高科技，你可以的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弄到衣服不要紧，不要弄到肩红就好。你不会肩红了吧？等下就这样啊，哟，哇，哇，哈，太短了吧？我这个是二号来的。 这个不是二号吧？这个是博大了吧？你看什么？你对比一下，看像不像？你觉得跟着这样子的一张图，你就可以剪好我那个头发没？OK。 啊？你看完一张图了，你就跟我聊天了吧？我们刚才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剃刀。 刚才没有装到任何的那个一号还是二号上去，所以是完完全全就是剃头，所以他现在头变成这样子哦，这是零号。这个不是欧巴头啊，这是 Oh my god 头。所以我们把它换成二号，然后再继续另外一边，一边是零号，一边是二号，然后你把头发拨过来一点的时候就看不出了。OK， 就是这样子。 我爸，阿尼哦，都零了，我这里还有得剃吗你？<笑>我要修，都零了，你哪一个二的去修？修，你不会啊？嗯，他是这样子一直赶过来的，所以前面不能太长，因为他的刘海比较短，你的刘海很长，所以刘海很剪。他因为是中间的，所以他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旁边这边呢，我就把你剪短一点。 完美，可以啊！现在呢，稍微给它修一下发尾，就是刚才零号跟二号之间，然后我要修眉它。怎么？跟大家说一个小插曲。
我刚刚想把它修一下那个发尾的时候，这边给我踢掉了一个洞，怎么办？OK， 我觉得我剪到七七八八，你觉得怎样？这是什么头？喂，你等，这个，它是开中间接罢了，你等下开中间接。啊哈，等下，这个人我认识啦。谁？拜了，靠！不是。日本的サムライ，然后这里留一滩胡须啊，够这里绑一撮起来。那你帮我教那个李太二头，我要看我成不成功。怎样教出来？就是这样子。嗯 ，OK， 你可以洗头了。洗头之后再见。该，我们讲那么多头发。哇，刚刚我妈咪讲，阿Ken的头发剪得很像郭富城，终于我成功了。你现在不是要剪欧巴头吗？怎么变郭富城头？你成功个屁啊！郭富城也很帅的好吗？OK 吗？这里是 OK 的，你看，这里是 OK 的。啊，忽然间这边就不 OK 了。后面的好像很长哦。那你，我这个洞是我弄的。哪里有洞？努力变成欧巴中。转过来吧。巴塞罗尼。应该你干嘛？你帮你吃饭。韩文 please。给咩？我对来加分。萨拉嘿，安对，看成啊。那是人骂两包。OK， 现在已经梳好了欧巴的李泰奥头，大家觉得像不像？脸不像吧，但是发型真的很像啊。你是说这样子像啊？我剪得很美啊。OK， 现在你就要模拟一下韩剧里面的一些经典对白，就是告白的对白，然后用欧巴的眼神演一下。오랜만이에요。然后要有韩国欧巴一点的脸。오랜만이에요。잠깐만기다리세요。잠깐만이따시래요好啊，今天的剪头发大挑战成功，我觉得很成功，我觉得蛮美的，大家觉得美不美？我觉得美啊。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发型打多少分？你自己讲。十分。满分是？一千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 like。然后把这个 video 分享出去，然后记得 subscribe 我的 Facebook、YouTube 还有 IG 哦，拜拜。